国民党婚姻馆长候选人张丽珊这两天分别在西堤东势处展开一十乡镇环境说明会，除了针对这两个乡镇进行未来乡镇做说明以外，更公布关于观光以及水利政策的规划，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张丽珊，动算，一合，动算。众人话的口号气氛是相当的热烈。国民党婚姻馆长候选人张丽珊这两天分别在西堤东势处展开二十乡镇环境说明会，同时公布关于未来伊对观光以及水利政策的规划。针对文化观光方面，伊表示希望会使来打造婚姻的品牌，让游客会使来这体会文化之美以及深度旅游。所以在文化艺术方面哈，我拟定三大主轴，然后那我们还有十大策略以及二十项的行动啊，那这些呢我们会一一的来落实啊。所以建构云林县的一个文化 IP 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希望透过文化 IP 的定位哈，让我们所有文化艺术者啊有独创的这个品牌哈。那另外我们在打造观光品牌，也就是呢，我们透过现在的这个疫情啊，现在很多观光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哈，所以新兴的观光市场跟民众的需求哈，慢慢就有一些定位哦。我们现在慢慢要让云林县变很好玩哈，那也不再是文化沙漠，绝对是一个文化深藏不露的县市。另外，讲到水利政策，张丽珊表示，因为婚姻馆属于地势较低的所在，所以相关的排水路或者硬体设备也需要完善的整治。所以，伊也提出未来希望会使做通盘性的计划，以便完成治水的任务。云林县地势比较低洼，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透过整个抽水机具这个机械啊，透过哈这样的一个啊抽水的这样的功能，才能够真正解决水患。所以呢，我想我们呐 啊在整个规划跟啊整个治理哈、啊、水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呐、啊、都会极力的来啊争取经费，也会规划让所有的排水功能哈 啊能够发挥到最高的这个极致了哈。距离大选是剩无到一礼拜时间，婚姻馆的选民也拢真关心每一位候选人所提出的政见，就看到时阵谁会使得到乡亲的肯定，为未来好好打拼。记者丁佩莹、李文德采访报道。